家好，我是老爹，欢迎收看老爹玩 PCG。 Yeah， 各位观众，老爹玩 PCG 已经好久没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一直在等我们的闪光包出来啦，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发售时间啊，10月27号，其实只跟日本差了一个礼拜而已，所以我真的必须要等日本消息全部出来，我才想要拍影片给大家看啊。但是因为只差了一个礼拜，所以这个最后发布消息时间是19号，也就是他们发售的前一天啊。那这段期间呢，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拍影片啊。那后来呢，我这边决定还是帮大家做了一个专题哦。因为台湾的环境啊，算是第一次面临我们的闪光包，因为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几乎都没有开过闪光包，因为闪光包以前只有在日本有而已，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面对闪光包。那到底什么东西是闪光包呢？今天这部影片我也会好好的跟大家讲解一下啦，什么是闪光包哦，到底应不应该买爆呢？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啦，闪光包到底该不该买爆。 OK，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哦，闪光包在11月27号的时候发售嘛，那它的一包售价是159块，注意哦，它比以前的卡包贵差不多将近3倍的价格，159块的价格哦，159块，哇，以前我们一包50块就买到了，那现在一包159块才买得到，哎，到底值不值得啊？那重点是它一包里面只有10张卡片而已，所以说一盒里面只会有10包，哎，那很少哎，一盒只会有10包，然后这个一包要159块，到底是值不值得，划不划算的、啊、哦？大家就去衡量一下就好了哦，一包159块，但是它里面一定会有一张 V 或 V Max， 这边已经写了，它里面必定会出一张 V 或 V Max， 然后还会有额外的色围哦。后面呢，我会再一一跟大家解说啦。总而言之，先给大家看一下哦，我们的闪色明星，它是一包是159块的哈、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会有3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讲什么是闪光包，带大家认识一些闪光包。那再来第二个主题呢，是我们这次的闪光包里面卡片内容会有哪些哈、哦。第三个主题呢，是这东西适合什么玩家买，适不适合我买，适不适合你买。OK， 好，那我们进入第一个主题啊，什么是闪光包哦？我们来认识一下闪光包好了哦。那我现在贴出来的呢，是日本曾经发售过的闪光包了。那中间这一包啊，算是在日月的时候推出的闪光包。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的编码是 SM8， 所以它是从 SM1 到 SM8 这之间把它做成一个闪光包、哦。那左边这一包呢是 SM12， 也就是说它是从8的另一半到 SM12 这样子做成一个闪光包、哦。通常我们日本啊，会在差不多一季吧，在一季的时候就会出一包的闪光包，那把那一季所有的强卡全部复刻收录在这个闪光包里面，让大家可以在这个闪光包里面呢拿到我们前阵子出过卡包的卡片，然后把那些强卡呢色围化或是黄金化。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两包呢是日本曾经出过的闪光包嘛，那中间那一包啊就是我们之前所拿到的这个色围喷火龙啊、色围裂空座啊，那些是日本是在这一包开到的啊。那左边呢是我们的黄金卡，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包可以开到什么东西哈。首先我刚好说的右边那一包呢，就是可以开到色围喷火龙嘛，所以那个当时色围喷火龙啊、色围裂空座啊是在那一包色围包里面推出的、啊。那黄金包呢，就可以开到黄金的 Tating 哦。他们把当代所有强力的 Tating 卡片都出成黄金的，这个就很可惜了。这个中文版没有出，真的非常可惜。我一直以为中文版会把这些 Tating 呢也收录在我们后面的弹数里面，但是没有，很可惜啦。好的，那这边呢，我之前有拍过这个日本的色围包，也就是日本的这个闪光包的开箱啊 ，SM8B 的这个开箱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哦。那里面当然就有我们的叠叠金卡、啊，然后还有色围竹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意图全图竹篮，仔细看它的图哦。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印象深刻？哎，跟我们中文版的卡图不是一模一样吗？哎，跟我们中文版的卡图一模一样哎，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中文版的全图竹篮会在我们的日本的闪光包里面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了，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哦，因为我们中文版推出的时候，已经是日版推出日月已经快要到末代了。那为了让我们中文版的玩家呢，可以体验到更多稀有的卡片，所以日本那边呢，决定把这个闪光包色围包，也就是我们刚所说的那一包色围包里面的一些色围卡片跟一些意图全图，直接覆盖在我们中文版的弹数里面哦，直接覆盖过去，所以我们中文版开头的这个竹篮呢，就会是色围的这一张，就是左边这一张啦。那右边这一张呢，其实才是真正全图竹篮一般的样子，所以我们中文版才可以开到这个色围喷火龙那些的，全是因为我们中文版当时是没有闪光包的，所以他把闪光包一些稀有的卡片的内容呢，直接出在我们中文版的第一弹，这样 OK 啦。好，下一个内容，认识完闪光包之后，一定要来讲一下这一次我们的卡片内容物有哪些啦。我们这一次闪色明星一包159块，里面有哪些卡片呢？我先来讲 V 跟 V Max 好了，这次的新卡呢不多也不少啦哦，我等一下后面会慢慢跟大家介绍啦，现在介绍一下这三张卡片好了。这三张卡片算是比较新的卡片啦，首先是百变怪啦，这张百变怪 V 啊，我觉得应该算是蛮多人牌组里面可能都会放到的卡片啦，好不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效果，它特性啊 V 变化哈，在自己的回合里面呢可以使用一次哦，从自己的弃牌区呢选择一张基础宝可梦 V 卡，只能是 V 哦，宝可梦 V 卡与这只宝可梦做交换，身上所附有的伤害啊、指示物啊、跟卡片啊、特殊状态等等，全部都会保留。它有点像是忍者的效果啊，反
就是弃牌堆可以换一只上来，跟这白面怪做一个交换。那这效果呢，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大家可以考虑在牌手面投入一张啊，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啊。大家可以自己看这个影片上面的这个卡图效果就好，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啊。那再来进化成 VMAX 之后呢 ，VMAX 的实用度我觉得就比白面怪 V 还要来小一点点，我自己觉得啊，我后面不一定，还是要等大家测试嘛。它的这个效果呢是急剧变形啊，选择对手战斗宝可梦持有的一个招式，注意哦，战斗宝可梦哦，我一开始以为它是直接选对面全场某一只的效果，跟索拉克巨差一样，但没有，它是选对方战斗宝可梦持有的一个招式作为自己的招式使用。那这张卡片你就要看时机发动了，你就可能不是随时都可以发动，就要看时机发动了。好，那再来是叉字符 VMAX 这张卡片，我觉得可以配在无机里面，但是也不是一定要放满，可能你可以放个一张或两张，因为你的叉字符可能会很容易死。接下来的环境呢，山神可能又会变强，又会变多，所以我自己觉得你可以配一只在你的无机里面，我自己可能会放啊。它的效果呢，虽然还好，普普通通，可是因为你的叉字符很容易被对方山神打死嘛，所以我自己觉得看大家怎么去衡量考虑啦。我自己的话可能会放一张啦，但是其实放了也没什么用，这个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哦，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我放了可能没什么用啦。好，它的效果呢是隐形毒液打70，将对手战斗宝可梦中毒，然后把这只宝可梦呢跟后台的宝可梦互换做一个交替啦，还不错，还蛮好用的哈。第二招三个能量打180 ，OK。接着呢还有我们的彩虹卡，彩虹卡这次也推出蛮多的，一共推出了三张哦，我应该没少截图吧，应该是三张没错啦。莱西拉姆盖欧卡跟伊菲尔塔尔哦，这三张卡片哦，我自己觉得都还算强。那硬要说最强的话，其实我也看不出来，因为三张效果真的都很强，彩虹卡效果本来就都很强啦。所以我自己觉得那种玩雷公牌组的人啊，玩那种杰拉奥拉 G 叉配雷公的那种玩家啊，是可以考虑投入这三张的，可以衡量投入个一两张之类的。首先是我的莱西拉姆三个能量，火电二三个能量打270，自己受60点伤害，270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猛，我觉得蛮厉害的哈。再来盖欧卡，一水一电一钢一无四个能量，奇幻巨浪对所有宝可梦造成80点伤害，也不错。好，再来最后一张伊菲尔塔尔，我觉得这张是最有趣的哦，它能量需求超多，要五颗，一个火，一个超，一个二，两个无，奇幻死亡哦，奇幻之死这个名字有点难听，所以我这边讲奇幻死亡了，因为奇幻之死这听起来太难听了，奇幻死亡哦，将对手宝可梦直接挂掉哦，对手会直接气绝，直接挂掉。它跟它的歪鸟的 G 叉有点类似，就是直接让对方挂掉。歪鸟 G 叉呢是放置四个伤害指数的话，对方挂掉嘛。那这个是直接挂掉，它没有别的内容，它就是直接让你挂掉哦。但是你必须要有一火、一超、一二、两个无，这条件我觉得有点严苛，要达到的话呢偏难。但是如果有组成牌组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好不好？可能可以配杰拉奥拉，或是配焊接工吧，配火轴，毕竟两个无一个火嘛，你可以用焊接工直接贴三颗，感觉是不错的哦。焊接工贴两颗，然后手贴一颗，就三个火了哦。那就要去想一下你的超跟你的二要怎么来了哦，大家去考虑。OK， 下一页就是我们的道具的部分跟装备的部分了哦。OK， 这次推出的道具跟装备其实也不多啦，这一弹真的推出的卡片真的不多啦，我等一下再给大家看卡表，稍微介绍一下。好，这次的卡片有哪些呢？首先是我们的腐朽之剑跟腐朽之盾哦，这两个名字我觉得可以改一下，可以改成这个做坏的剑跟最强的盾，我自己觉得可以这样改名的哦。做坏的剑为什么会觉得做坏的剑呢？它是装在苍响身上的时候可以加30点伤害，你苍响已经可以利用我们的山神来加伤害了嘛？那你再加上这个装备，哇，太强了啦！原本打230，加山神260，那再加一把剑变290。所以我刚刚不是说你叉字符可能可以考虑变成 VMAX， 但是大家注意哦，这个叉字符 VMAX 它血量只有300，所以你如果苍响真的被他打290了，其实不死也是半残。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像遇到山神好像又没什么效果，所以叉字符 VMAX 大家可以斟酌的放。但是苍响牌组跟山神苍响牌组，我觉得这个剑是一定可以放的啦，太强了，做坏了，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明明这东西就是霸占主流那么强势的卡片，但是官方还是不停的强化他们真的是蛮怪的一件事情齁。腐朽的盾，也就是我们这个打不破的盾哦，它呢竟然可以让战马人的 V 最大血量增加70最大血量再加70哇，我们主流就已经有到铁人钢 TT 了，那你今天又搭配这个盾，哇，厉害啦，你永远打不死啊，你永远打不死战马兰特，你永远打不死战马兰特啊，太扯了好不好，太扯了哦。好，那最后呢是我们的呐喊队的加油毛巾哦，它呢可以让双方的战斗宝可梦啊各回复50点的血量，这张卡片呢有点微妙，有点微妙哦，其实每个牌组都可以放，但是你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帮对方补血而已，如果你确定打的是对方的话，当然了你可以补哦，真的啊，当然你可以补，但是就是看个人，看个人要不要放啊，斟酌一下哦，反正效果就是这样，效果很简单，大家去考虑一下哦。好，最后是人物卡的部分，我们的人物卡呢支援者
呢新增了一张阿球。OK， 阿球它的效果呢蛮有趣的哈、哦，从自己的牌库中呢选择三张名称有球的名称不同的物品卡哦。你的名称中只要有球，那你那三张卡片呢必须是名称不同的，但是只要有球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抓先机球，然后可以抓巢穴球，如果它还在环境内的话，你可以抓先机球啊，可以抓超级球啊，可以抓巢穴球啊，你一张卡可以抓三颗球啦。但是各位观众，但是他不能抓气球，好不好？不能抓气球，不要再问芒果了哦。不能抓气球，他不可以抓气球哦。也不要问原因，反正就是不行就对了。因为气球是装备哦，这样想就好。他只能抓宝贝球啦，跟球爷一样，只能抓宝贝球啦。反正他不能抓气球，不能抓气球就对了哦。好，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弹的内容啊，这是官方释出的图片呐、啊、哦。他说有收录大量强化牌组时需要的训练加卡片。那这边呢，右边呢还写上了这个有豪华的镜面卡片。豪华的镜面卡片可能是指有一些宝可梦卡会变成闪面的。其实我也不懂他这个豪华镜面是什么意思，我可能要拿到实卡才能知道哦。那么他这边说的这个大量的训练家卡片是什么意思呢？我这边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卡表好了。来，大家看一下卡表哦，这边帮大家准备了这个卡表，大家看一下卡表哦，仔细看哦，仔细看哦。哎，老弟啊，这些卡片不是都早就出过了吗？啊，这些早就出过啊，这不是之前那前几弹的这些卡片？对啊，之前出过了啊。好，可是各位仔细看一下，仔细看一下哦，他这边收录的都算是最强的宝可梦，我自己觉得都算是最强的宝可梦，因为每次闪光包每次黄金包都是这样出啦，他一定会把我们前几弹非常厉害的宝可梦全部都是出成设为啊或是副科给你这样子啊，例如说我们橘色速销啊这些啊，然后像是轰雷金刚啊，有没有轰雷金刚啊，这些其实就是蛮强的卡片啊，白蓬蓬啊 V 啊，然后你看哦，闪炎王牌焚炎弓 V， 焚炎弓 VMAX，疯狂派对齁，拉普拉斯，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但是也有拉普拉斯，然后千面 BE， 这些其实都是蛮强的宝可梦。你看雪龙儿，欸，这些真的都是之前几弹蛮强的宝可梦啊，竹电犬啊这些的等等。那我们的装备的部分呢，装备跟道具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齁，你看叉字符也复刻了，叉字符也复刻在这里，他就是把一些这一弹强的地方，重点是连无极都有，连无极都有，其实连无极都有我有点意外，因为其实前几次的闪光包好像也没有出到那么新的卡，但是这一次竟然连无极都有，所以如果你是新手想玩无极的话，这个我绝对推荐买，绝对推荐买，而且无极的价格呢应该会变便宜啊，毕竟大家抽闪光包应该会抽出蛮多的齁。好，那我们来往下滑，再继续看一下齁，来，有意图哦，苍响意图，然后战马兰特也有意图啊。除此之外呢，你看小聪明智慧星也在这个里面，然后天鹅湖也在这个里面。再来，你看古月鸟 V 啊。再来，我们看一下道具哈，你看先机球、回收网、进化熏香、涡轮补丁、厉害伤药、道具拆解器啊、钓竿啊、稀有化石金属碟，然后什么坚韧斗篷、气球这些东西，你看我们最实用的道具这里你都看得到，最实用道具这里你都看得到，而且不会跟一些你比较不喜欢的道具混在一起开，你看的道具一定都是蛮厉害的，一定都是你想要的道具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黄金包会大家非常期待的原因，因为你开到的一定都是最好最强的哈。人物卡也是啊，志愿者也是，你看养鸟人那么厉害，镊子那么厉害，博士、阿球、老大指令、玛丽、洛兹、竞技场这些，那重点是他也把全部的特能量也都复刻在这个弹数里面，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老爹这一弹真的是把很多强卡都复刻在里面呢。对啊，他真的就是把强卡都复刻在这里面的啊，所以就让大家去考虑说，你到底要不要去做购买了，好不好？好，那再来下一页，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呢还有设围哦，他不只是把强力的卡片出出来而已，他还有设围。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中版第一弹的时候有开出一些设围的小卡片，像是我们抽三张的智慧星，然后还有之前的小索罗哦，小索罗也有设围嘛，对不对？那各位看哦，他这边标记出来了，有一些新图就是我们的设围的样子哦，异色的样子哦，它同样是把我们之前 V 世代、剑盾世代强势的一些小卡片也出成设围的样子，像是小聪明智慧星啊，还有这个意图的这个肌肉系列，它同样是出成设围啦，所以就会有几率抽到啦。好，那么设围一共有哪些呢？一共有哪些？这个应该是大家蛮好奇的地方吧。这里呢有一个日本人吧，应该是日本人，没猜错，应该是日本人。有个日本人把目前官方公布的设围卡片全部做成一个图片，那我放上来给大家看。那左边呢看到的是目前日本那边公布的设围意图还有全图的部分哦，我们可以看到设围的卡片蛮多的，你看白蓬蓬也出成了设围，多龙也出成了设围，古月鸟也出成了设围，那么黑喷我就不讲了，黑喷是第一张出来要跟大家讲的卡片，所以我就不讲了哈。竹电犬这种强势卡片，轰雷金刚这种厉害的卡片也都出成设围了。比较让我意外的是百变怪竟然也出成设围了，百变怪明明是这一弹的新卡，竟然也有设围，这让我超级意外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无极泰坦有没有机会出成设围呢？哎，这就不一定了，因为我其实我
觉得无极泰纳出成色围的几率非常非常的低，我自己觉得啦，因为它算是新卡啊，你新卡马上出成色围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太过了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百变怪 V 都出成色围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无极泰纳 V 出成色围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么小张的卡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疯狂派对也出成了小张卡片的色围，然后这个瓦斯蛋也出成了色围，然后这个橘色速销啊，还有一些比较会用到的实用卡片都出成了色围了，天鹅湖也出成色围了，天哪！好，那么以前我们有意图的全图，那么我们当然也要有这次剑盾的意图全图嘛。那么目前日本公开的呢，有风路啊、镊子啊，然后玛丽啊，跟我们的洛兹会长哦。我一直以为会有抽七跟板木，但是好像没有。一直以为会有抽七的意图全图或板木的意图全图，但是没有啦。那么其实不止这四张，其他卡片呢，大家就自己去看啦，应该后面还会有其他全图，大家就自己去看资料哈。那么我们右边看到的这张卡片呢，是今天我拍摄影片的今天 today 哦，11月17号，今天我拍片的时间是11月17号，今天才公布的色尾，也就是我们的列阵兵色尾，蛮可爱的哦，蛮可爱的，就是它真的就是一张一张公布啦，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最后会是哪些卡片出来啦。好，那除了色尾以外，还会有哪些卡片呢？还会有我们的意图，我们的意图毛毛角羊、战马兰特、苍响、轰雷金刚星，这些会有意图，所以我们在闪光包里面开出来的卡片呢，会是意图的状态哈。好，那么下一页我们来看一下全图，全图呢，我们有玛丽、镊子、风路，这是目前日本公开的，还有洛兹会长啊，我没有放上来而已。目前日本公开的卡图啦，哦，大家就去参考一下哈。好的，那如果说你觉得你对这一次环境内的东西还是有点迷茫的话，你不知道说，哎，老爹这些卡片到底强不强？例如说我们的这个叉字符 V Max 到底强不强啊？我们这一次所推出的这个彩虹卡片到底强不强的话，我这边推荐大家去观看一个频道，是我们日本代表的频道哈。这个频道其实我追他很久了，因为他的影片都还蛮优质的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频道，已经有这个日本即将推出卡片的一些资讯了，他有自己拍摄一些影片去跟大家介绍，然后大家可以去参考哈。好，那再来下一个主题呢，我还要问一下，除了我刚刚上述所说的已公开资讯以外，有没有可能未公开资讯的卡片会不会出？未公开资讯的卡片会不会出？这我就不知道了。例如我们的御主，日本的御主，这些卡片会出吗？这两张卡片会出吗？这我真的很好奇，因为御主呢，我们就听到情报了，日本的御主呢，里面会有水箭龟 V Max 跟我们的妙蛙花 V Max 这两张卡片出成了御主的状态，然后来发售两张特别的新 V Max， 可是我们的闪光包里面显然是没有的哦，显然是没有的。那这两张卡片有没有机会在台湾出成御主呢？这我很好奇，但是目前已知道的消息的话，几率应该不高。为什么？因为中文版又有自己的御主了哦，中文版又推出了自己的御主，我们的 V 骑士牌主搭档哦 ，V 骑士牌主搭档，中文版又推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御主啦，所以可能把日版的御主翻译变成中文版的几率可能就比较低啊。那我就很好奇了，这两张卡片到时候会以怎么样的姿态出呢？还是说这两张卡片干脆会放到我们中文版的闪光包里面呢？这个我蛮好奇的，但是卡表没看到啊，卡表没看到的话就表示可能没有啊。那到时候中文版会用什么样的姿态把这两张卡片推出？这个有待后续官方的消息啦，好不好？我们就看官方到时候会怎么样去处理啦齁。好，那么接下来呢是卡片收藏册的部分，卡册的部分齁。日本推出了三个卡册，这三个卡册里面呢有三张人物卡的意图，玛丽的签卡意图，然后信的签卡意图，跟瑜伽的签卡意图，有这三张意图啦。那这个会不会出中文版？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目前中文版的官方网站是没有消息的，所以我自己很希望这三张可以出，但是目前没看到消息，所以真的也不一定，好不好？好，再来还有我最期待的卡片，最期待的卡片，色尾叉字符有没有可能在这一弹出呢？啊，应该是没有，应该这一弹应该是不会开到色尾叉字符了。但是呢，也不一定，因为毕竟色尾是不会在卡表里面出现的，色尾不会在卡表里面出现哦。注意哦，色尾跟高版本的卡片是不会在卡表里面出现的，所以也是有可能放进去的，也不一定。可是也有可能以不一样的姿态来登场了，例如说可能在大赛的时候赠送，或者是在这个道馆赛的时候赠送。这我只是猜测而已，这都只是猜测而已哦，猜测而已哦，我没有一定哦，因为我也蛮好奇到底会怎么样推出的，这个都只是猜测而已。我自己蛮希望中文版可以推出啦，好不好？因为这个色尾叉是粉红色的，真的很可爱啦哦，希望未来有机会推出啦。那我们左边看到的这一盒呢，其实是我们日本版的肥盒哦，日本版推出的肥盒哦，肥盒哦，日本版开始推出肥盒了哦。我也希望中文版可以出啦，但是中文版目前没有消息，我们就祈祷好不好？祈祷中文版以后可以出啦，拜托啦，拜托啦，出一下啦好不好？我们真的很期待啦。好，那再来是国际版的商品，有没有可能出黄金盒，或者是有没有可能这两张黑金苍响跟黑金战马兰特出在这一次的闪色明星呢？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我们日本的消息还没有完全公布完，而且这种黄金卡是不会放在卡标里面的，所以也是有可能的。这两张卡片我真的特别期待，因为卡图做的蛮好看的。以前我们以为金卡就是最高版本的，但是现在官方打你脸跟你说黑金才是最高版本，所以哇。
我也是特别期待这个黑金，好不好？那为什么我说还是有机会呢？毕竟我刚好说今天我拍片的时间是11月17号，所以11月18号、19号还会再公布卡片，而且19号一共会公布2张，有没有可能最后补出来的这2张是黄金卡片呢？黑金卡片也是有可能的啦，好不好？我不知道啦，猜的啦，猜的啦，好不好？我是个人特别期待啊，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出啦，就是猜的啦，猜的，希望有啦，因为越多高本本的卡片越好嘛，大家可能会越想要收藏嘛，对不对？好，那么最后呢，回归我们的主题啦，到底这次的闪射明星值不值得买呢？值不值得买呢？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答案，好不好？新手绝对推荐买，但老手你可以斟酌。什么意思？我刚好说嘛，这一弹强化的卡片并不多，不会太多，所以其实你可以单收就好了，你不一定要买盒啊、开包啊。这一弹强化的卡片对你的牌组来讲，例如你是玩三神苍响玩家，你可以跟大家单收那个剑跟盾就好了，你不一定要买整盒或是去花这个钱啊，你可以单收卡片。那为什么新手我推荐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强烈的卡片都复刻了，那你可以看你开到哪些卡片来去调配你自己的牌组。例如你想组无极的话，你是新手想组无极的话，我就蛮推荐新手去开看的哦，开开看。那如果你不想开的话，你也可以单收哦。我自己觉得新手推荐，老手斟酌啦。那再来还有一种人绝对推荐，是什么样的人呢？有需求的人，有需求的人我一定推荐你买。什么叫做有需求的人？你想要黑喷哦，你想要黑喷，那我一定推荐你买。你想要意图全出马力，那我一定推荐你买，好不好？这就是所谓的有需求的人哦。你有需求，你想把你的牌组换成高版本，你想要拿黑喷来鉴定，你就是有需求的人，那我绝对推荐你买，好不好？而且你要买多少，你家的事，好不好？我自己呢，我自己本人呢，我这一弹我会开一箱啦，我自己会开一箱啦。那我自己觉得一箱里面有一张设为喷火龙，我自己觉得蛮划算的啦，好，所以我应该我自己会开一箱啦。好的，各位，那这边呢给大家一个算是之前的新闻哦，之前的新闻，各位观众，这张照片呢是之前日本在推出日月设为包的时候排队的盛况，这在推特里面有人分享的图片，这是之前排队的盛况，日本人非常非常期待这次设为包，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我就不用跟大家多提了，因为当时有意图阻拦，当时有黑喷哦，所以大家排队抢购，排队抢购哦，其实真的排得很夸张哦。那中文版呢有没有可能呢？中文版我不确定，因为我这边还是要讲日本归日本，台湾归台湾，我不知道台湾到时候卖起来会怎样，我只是把日本曾经卖过发生过的状况贴出来给大家看而已啊。而且日本竟然啊现在啊已经涨价了，好夸张哦！日本现在还没发售就已经开始在涨价了哦，所以显然日本人对物质上的需求是蛮高的啦，好不好？好了，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里了，回归到我们主题，闪射明星呢即将在11月27号发售了。这几天呢，没有意外的话，这个礼拜我们应该也会收到提前开。那么我会再跟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物啊，看一下里面的配率啊有哪些啦。我自己先猜啦，自己猜啦，一盒里面应该会有一张设为 V Max， 一盒里面应该会有一张，一盒里面应该会有一张，然后可能一盒里面呢会有2张小张的设为卡，自己猜的，这我猜的哦，这是我猜的，因为以前我们开包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嘛，那有可能闪射明星他可能也是这样子啊。那一盒里面有一张设为的这个情况呢，可能开到喷火龙的几率其实就偏低，因为有蛮多守门员的，所以你开到设为喷火龙的几率其实就不高啦，但是就是要凭运气啦，好不好？这设为喷火龙啊绝对是大家最想要的卡片啦，好不好？总之就是大家期待一下啦，好不好？我们的11月27号呢，我们的闪射明星即将发售了，大家可以赶快去期待一下，赶快去预购啊，或是赶快等待发售啊，哦，再过没几个礼拜就要发售了哦，大家就敬请期待一下咯。 OK， 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或老的粉丝专案站，有任何问题呢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想看老爹更多影片呢都欢迎点一下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影片哦。好的， OK， 那最后呢我就祝福大家，好不好？给大家一个祝福，祝福大家在我们这次闪射明星呢都可以开到黑喷，好不好？祝福大家， OK，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